买了好久的意大利手工颜料 Agallo 波特粉龙血褐，今天试一下色。颜色很美，但不建议新手入手，价钱偏高，如果单色入手，和其他颜色混用，体现不出它的质感。而且小众颜料国内很容易断货，很多常用的大品牌颜料也做得非常漂亮，有很多好看的颜色，你想要我试用哪个品牌呢？